你说孟德尔吗？还是其他的？
梦的死掉了。我不知道啊。啊。这上周你他来干嘛？他现在在研究的。不是不是，还是有一些生物学家研究遗传，但他们觉得孟德尔说的是对的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证明吗？是啊，他没有证明。他没有统计出来，他统计出来，他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假设，但他没有能力去证明他。统计的不够水。哦，没有统计很多，他统计他做了十，他做这实验做多久？十年。他做十年吗？八年。他做十年。八年。八年。是八年吗？那里面有什么包啊？在哪里？啊，不知道有什么。在那个。他选择的系统性状做分析嘛。走过的路，是一阵魔术。光速发挥。忘记他做很久的实验啦，观察非常多的，你看他统计，你看5000多种跟1000多种，你看这么多种可以种这么多种，而且一天一天这样数。而且就是说，这实验是非常，如果严格来讲，如果按照现在角度是非常无聊，对不对？那个农友那时候跟我们做红豆实验，我说光种几次红豆，有没有每天去看啊？对，偶尔去看一下。他就种到南国了。把红豆摘下来去数红豆的状况，就是南国。那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无聊，对不对，同学？啊，我就一整个学期每天花2个小时在那里，然后每周花2个小时在那里，然后的，然后才降1.2倍，这么高，就2倍高。爆破性的。那我们本来要去往下种，结果在往下种之后就没有，对，就死掉了，没有持续的浇水嘛。然后就死掉了，对，所以你看孟德他们都让持续的一代一代往下传，就是非常非常耗时间，而且让人小心，你的实验有错了就要重来。可能一整天熟悉都不说就报。他就没，因为他是一个，对，他就是一个那个什么首富啊，他在那个修道院工作啦，在修道院工作，所以他也是一个修道士，有点点空的时间比较多哈。好，所以八字一节就讲完了，第三题。有没有问题要问他们的？这段没什么教材。哎呀，这是所有的近亲几乎都可以，是说，是所有的近亲几乎都遗传过来，还是说有些近亲几乎是遗传过来的？哦，八个人呢？没有，在课本上你看到怎么去怎么线索？就是他们说有可能是从遗传来的。他是说所有的精神疾病吗？不是的。他说什么？精神分裂症。他现在只有提到精神分裂症，没有说所有的精神疾病。对。对，那你说，就是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来的，是遗传来的，但是也不是我精神分裂症患者，也不是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，都是基因造成的。好，这部分轩宇怎么解释？他问的问题是，不是应该不是所有的精神分裂症都是因为遗传关系吧？哦，我觉得课本好像里面，到这边好像没有讲。课本怎么说？他就只说被说。说，只说什么？课本怎么说？在这段怎么说？哎，不对啊，靠腰，他是我们这一组，然后我们干什么？他一个问题啊，他一个提个问题啊。有可能吗？就是可能会有遗传，但是遗传可能不一定，它有遗传，它有不一定就会有疾病。两个没错，这是它的传染途径概念。不是传染，它遗传是告诉说它有这个机会，但是会不会发病还不一定吗？哦，会不会发病跟后天的遗传，就是后天的环境的现象造成它。有没有这个压力，会不会产生这个疾病，还不一定，好吧？但是因为遗传有了，它就可能会发病，比较容易发病。哦。但如果没有这个基因，会不会发病？会不会得精神分裂？也有可能。还是有可能哦，还是有可能哦。就跟你假设有些心脏缺陷的基因的话，你很容易得心脏病，但是不见得得心脏病。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基因缺陷的话，你会得心脏病，还是有可能哦。啊，所以癌症会有，只是说会有几率上的问题啊。所以上次不是有一个影星很有名的影星，那个叫做什么？
巴很大的一个女性，一个女人。也死了。也没有死啊，她演过恐怖骑兵的那个女的。哦，就剩她大嘴球。哎，对，她做了一件事情啊。她做了一件事情，她把乳房切掉。就那个黑魔女。对，他因为他检查发现，他做基因筛选，发现他有得乳癌的基因。什么切掉？他就切掉了，因为他不要就等到，因为乳癌并不是你随时可以发现，你有时候发现太晚了，就中风。那个有一个东西检查，有发现就切了嘛。可是那就预防性的切。他切掉自己好痛。啊，就跟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很会得盲肠炎，很方便，未来得盲肠炎，我会想着盲肠炎切掉。好，这是种处理方法。啊，他就有这个基因。那你要想，比如假设你现在准备结婚了，明天这个婚礼有究竟得麻烦了，这怎么办？你这个，因为这麻烦也可能导致婚礼可能延期嘛，啊、哦，所以他就，假如他小时候把乳房切掉就不会有问题，啊、哦，所以有些人说预防性的切除，但是实际上现在也很多科学家觉得不需要做这事，因为你可能在做这事情本来不会是有事的，反而有事，因为为什么打免疫就是在打那个预防针，很多家长是现在开始不同意打预防针了，他觉得我小孩不要打预防针。以前有点强迫，现在其实可以不打。那你不打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不打不知道啊。就跟流感疫苗，有人不打。我觉得还好，流感。那也有人因为没事打有事啊，打了死掉也有啊。哦，死掉的呢？有死掉，那有医疗争议啊，估计有。针头没有消去。不是，它是抵抗不了。对，它抵抗不了那个流感疫苗的病毒。疫苗太小。疫苗超伟大。疫苗有些是用死掉的病毒，有些是用弱化的病毒。可是因为是弱化的病毒，可能对那小孩来讲可能太强，那就没办法负担。所以疫苗它其实让你去适应了。对，让你去适应。那当时你跟那些东西有没有疾病？他不是打给你，反正他也不打一个人。我以为他是打。哦，好笑的。没有，他。学的治疗问题。它有好几种做法，它其实现在目前流感病毒它们都是先弱化的病毒。啊。就是愿意做一次考验的题目。对，先考一次。而且考一次不见得就会。所以打流感疫苗，有奇效的。表示你不会得。它有奇效啊。也不是奇效问题。它有。因为基因会突变，因为流感病毒今年的流感病毒跟明年流感病毒可能不太一样。你今年打了流感疫苗，你的身体认识了今年的流感病毒，它不认识明年的流感病毒，所以明年流感病毒来，这不是笨啊，流感病毒在演化啊，它突变啊，它一直在突变啊。对啊，你今年的那个什么，叫做学测题目做了，你看我今年学测题目我做两遍，做第二遍考比较高分，可是你如果考做明年的学测题目还会一样吗？就不一定一样了，好 ，OK。所以第一组下来。哎，后面的朋友们，后面的同志，你心脏很晃的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个月好好处理它。后面的朋友们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1月9号的三档有没有谁不去的？很多去实验室看。对，去国防大学，不是看老鼠，看他们实验，他们实验很多。老鼠只是他们现在的实验的标的物，他不能用人做实验嘛。最便宜，目前最便宜、最相近的就是白老鼠。哦，很便宜吗？也没有很便宜，一只老鼠可能要好几千块。那么贵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经过那个基因筛选，还有那个做一些最纯正的。对，比较纯的老鼠，对，它才有执行啊，它执行很高。有没有谁要去？有没有谁不去的？有没有谁不去的？有没有谁？我们在那里学考了一下老鼠。哎，但是我需要告诉人家人数吧，还有我要确定车辆，啊，所以你现在说要去，尽可能就要去。你在做一次1月几号？1月8，就是最后一周的礼拜一，基本上你期末成绩还有四天可以做嘛，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而且礼拜一的中午就回来了，礼拜一下午也可以做。啊，期末成绩应该。我一他们国二是。好，去吧。没有，觉得是我压力大，最早我需要就国一升班了，需要看老师。但是那个升班没有国二升啊。国一能力班，不是啊，是国中生物班啊。哦，国中生物班，国中生班，国中生班你去对，我不想去。国中生不是啊，国中生班是国一，主要是以国一为主啊。高一就是真诚、雨薇，然后志毅、江浩。
那有前辈。好。那你去了。看好多，刚刚看好多车。我估计要四部车了。Yeah, 我妈说 OK。车肯定妈说 OK 的。我也可以看。要载我，对啊，要载我。他刚刚是学费，他刚刚在一起。停！你这猜不出去。里面有没有谁不去的？告诉我。子彤，你去不去？可以走。子彤会去，子杰会去，轩宇会不会去？对啊。去，你会不会去？去。子彤会不会去？应该去。应该去的。大家都去。好。跟着去。赵忠，你去不去？好，没关系。那个，我现在只有两部车嘛。那个冠元他妈妈会开车，自己的爸会开车，还缺车子，有没有谁可以帮？我会开车，再去。还去帮忙问一下好不好？帮忙问一下，龙哥你帮忙问一下好不好？开车，可以帮忙问一下。可以吗？切。妈自己代表。再多一部车就多一部车，那真的找不到车，我再问一下新娘或者是我家哥。那对啊，这个就他们妈带的话，可以再起来啊。没有，他们已经停课了。我说早上，他们二十周停课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二十周没有上课。所以他们没事，然后。不是啊。所以大成就不会。大成你不会来啊。所以我说找他去啊。我要看他有空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刚说。OK， 那我感觉大成应该在这种。没有啦，但是他要在的话，他从宜兰开车到三星街的再回去，这样比较不好意思。这样比较怪，我就是想尽量找这边的人。对啊，我再问明峰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是两部车嘛，那请那个子红跟那个龙哥再帮忙问一下哈。我们可以了吗？那个去我知道，所以尽可能会，比如假设明峰或者是龙勋妈妈可以在的话，会比较近啊。啊，所以说这部分我再考量。OK。好，那个第一组。其实那个谁，子荣，你也可以考虑啦。那个礼拜天就住我们家，我就可以接送一下蛋糕。好啊。在修衣服帮我们广车到。嗯。他们有接驳车。不是。然后他们自己可能有时候上课。是大学吗？有没有？大学为什么广车？他们那天会上下。没有没有。啊。子荣。就是我看不懂那个。大人的赞不生气。118.6，对啊，他已经看我的英文了。精神疾病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生化缺陷所导致，这些基因的确定与他人所影响的生化过程是，这里有点理解不能。OK， 因为各种因素就无法理解。还有没有同学想先回答一下？无法不清楚他到底不明白是由于不同的生化缺陷。他就整句话看不懂，给他听不懂，只要你看得懂，可以解释一下嘛。一个单词，一个单词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换句话说，看不看起来？基因疾病，可能是由于。我们在干嘛？生化。唱 rap 吗？啊？生化就是应该就是你生，就像那个生物界的像化学变化。你要打断轩宇讲。对不起。这么贵？大概就是它在分裂的时候，可能有少东西或者是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基因缺陷嘛。哦。生化缺陷可以解释成基因缺陷。可以用它的。看得懂吗？谁让你们？很没兴趣。哦，所以你看不懂，只是生化缺陷是什么东西。只要他意思说，只要有准确的疾病，可能是他的。像是说，就是他在指数分裂的时候过程有点少，就是基因缺陷，但是不见得解除分裂啊。什么样情况不管它，但是就是基因缺陷。那只是新生它有什么？基因缺陷有可能不是解除分裂，可能是突变啊，有可能是24条，在复制的过程出现问题啊。对，不但是解除分裂过程出现问题，它可能在复制，比如我们一开始解除分裂过程一开始先复制嘛。复制的时候肯定复制错了，有可能。那个复制三个，直接变成同一，哎，他有23对，但是第二三个，他可能23对，但是第23对不会复制成三个啦。不会复制
把自己切开之后，这边附近有。他不是刚刚就讲到，他可能第二十三岁他就有三。但是在分裂的时候分裂错了，是复制错了，复制不会出错。复制顶多在复制的时候这边有缺陷，就是我该复制没复制到，没有复制到，他可能二十二岁。不是啦，啊，就是整条他二十三岁还是二十三岁？但是你可能在复制的时候这边有缺陷，没有复制到，不是整条不见了。他不会整条不见吗？应该不太就是有什么只有二十。那是在分裂的时候被分过去了，因为你本来应该拉开嘛，但是可能有一条被拉到这边去，就整条拉开，然后就整条肌被拉过去，那不是复制的过程，那是分裂。两条变一条。有可能啊，那所以他后面有讲到，你们在这一节这一章的后面就有讲到啦。在第基因的改变130页这边。好，那其实在讲到还是我们同卵，这同源卵子成为四分体啊，在做互换，你看，在这边可能会出现错误哦。在133页有讲到卵子体结构的变化，缺失、复制、倒位、移位的部分。像移位就是啊，像134页这就提到说，你看人类的染色体跟黑猩猩的有两条染色体实际上很相近哦。还有大猩猩的染色体，还有猩猩的染色体。你看这个人类的第二号染色体跟黑猩猩、大猩猩跟猩猩的这其中的两条染色体很相近。那所以科学家就很合理的怀疑说，人类的第二条染色体或是猩猩的染色体就组合，但鱼尾它不小心合在一起了，融合成一条，那就变成奇怪了，就变成人类了，奇怪的鱼，没有毛，对，就变成新种的新品种的一个猩猩。它只在鱼尾比较发现一些变异嘛，比较可能是这样子吧。那什么是所影响的进化过程？就是基因的确定，跟他们所影响的，他们就是基因，跟基因所影响的生化过程，是目前临床分子生物学所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，就是基因的确定。跟基因所影响的生化过程，就是这每个基因在做什么事情。那他找了一个介系，这个基没有，他们找介系小，他们就是基因啊。精神疾病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生化缺陷所导致。这些基因的确定与他们，这他们是谁？是基因嘛？这些基因的确定与基因所影响的生化过程，是他们目前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因为我们首先要先。那他不是少基因，他少一个粉号，那人家漏点的啦。哪边呢？就是精神疾病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生化缺陷所导致，之后就应该是一个粉号。不用分号啊，那就是逗点啊，这一句已经结束了啊。所以要分号。所以这句的生化都可以不可以变？哎，那个叫分号吗？什么生化？一个句点一个逗点。那小鱼的上面的生化，对吧？啊，缺陷可以变基因缺陷。你可以把它变基因缺陷。那下面这个生化过程怎么变？又不太一样。那生化到底是什么？生化就是生物化。生物化学。你可以想象是生物化学啊，那它就是一个，指的是一个。如果以他这边讲生化过程的话，概念上应该是说，一个生理，它在演化的过程，或者说不是演化，它在繁衍的过程，比如我们说蛋白质合成的过程，或者是 DNA 复制的过程，或者是能量产生的过程，或者是糖体的过程，这些都叫生化过程。生物变化的过程。对，你可以这样讲，生物变化的过程。大结果人开。啊，一个细胞里面生物变化过程，但是这些变化过程，我为什么前面讲说？生化缺陷，我们就可以改变基因缺陷，因为这些过程都在基因控制，这些过程都是由基因控制，所以你基因有缺陷才导致过程缺陷。OK， 那现在临床分子生物学，他们在研究就是说，研究说基因跟这些生化过程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让我们继续看。好，每一个基因跟这些生化过程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？这样子，好。他是八年了，他上面写哪边写八个几页最上面？哦，八年的，对，八年就是这。第一句啊，第一句啊，八年的一句，这怎么？
对啊，看重会占六号线。看重要，我考试就考这个。他研究了八年。对啊。我都考这个。对啦，他既然这样讲哦，其实我今天其实在路上在想说，哎，我们生物都这样学，就松松都学了第八章，其实很快，那第八章讲起来很少，这本只有二十五章，对不对？二十七章，我们才上了前面的八章。可是实际上用的，我们讲还蛮多的，大概这本书已经讲到了快三分之一了嘛。哦，啊，今天蛮快的。那我觉得我们在期末嘛，总是要做一个小小的。结果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第十八周麻烦写个学习心得，这一学期的学习心得。我们写学测题了，不然你可以说重点整理。写学测题了。不要写学测题了。好。不要写学测题了，不要写，你就写个重点整理。你到底学了哪些东西？你觉得这学期生物大学你学到什么？把一个重点整理一下。学测题不行。不行。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要求，我可以给你学测题。不能代替纸。不能代替纸，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做你，我今天拿学生题，我没办法去做分类，说这属于第几章，属于第几章。可以啦。我没有办法，不是说可以，那可以啊，要花时间。我说别人不是已分过了？没有吗？他没有。有一些有，他会分什么第几章？他没按照这本书分嘛？好不好？那个麻烦做个学习重点整理，好不好？不是、啊，就是你要写新的也 OK。新的就是我这学有可以学到，你学到了，但是你不要，对，大概应该有一个量吧。我觉得基本上交代一下，要学哪。大概跟小说字数差不多。啊，对，大概把这本书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反正书在你手上嘛，课本上看一下。你要放插图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把这个照片照一下，放插图，我都觉得 OK 的啊。就是简单说，至少是一份报告，一个完整的报告。你觉得重点是什么？你的心得是什么？说明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再报一下。来，第一组，八至二节。好。第一组的同学。哦，听完，八至二节。有点在简介那个孟德尔那个无与伦比的生平，但这不是重点。OK， 这不重要。啊，就是他选了七种性状来做他的实验，然后他有就是要做单性杂交。单性杂交的意思是，就是说他控制其他的性状只动其中一个性状，这样子。然后它是用人工配种的方式，这样以人择的方式去不断的尝试它的那个比例，然后它就用那个大啊小啊得到那个显影性的那个关系，大概这样。OK。哦。哦，其他同学有问题吗？那是单性杂交。有解释啊，赶紧打电话，他有解释啊。他没听你在讲对，就是你控制其他的性状，只选择一个性状当变体。这样听懂吗？好懂了。来做解释。重点很简单，不是很简单，就是同父异母。不是啊。不是。一样的概念啊。没关系，我用你用你不一样的妈妈跟同的父亲。你这样解释。他讲的是他的性状。一样跟自己换，我一样好不好？不是啦，不是，他是这一样吧？我就是一样的概念了。不一样概念，那你不一样。他讲单一性状。好，那我只是他现在找七种性状，七种性状，杂交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找同一个爸爸，同一个妈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是同一批的精子。对，同一批。然后跟同一批不是来自一个目标物，是来自于好几个不同的目标物，就杂交。就说他一控制，假设我现在其他的都是，比如我同样是圆滑的种子，我同样是高筋的，我同样是黄色的，我同样全部一样，都只选择一个，也不要只选择一个是拿豆荚的形状来决定我现在做实验，先拿豆荚形状不一样，其他六个都要一样哦，我只有豆荚形状不一样的，我再做杂交，我就把先把我的豆子先分类，我挑出六个形状都一样的，
都是高的，都是黄的，都是圆滑的位置，都是红色的花，都是异芽的花的位置，都是绿色的豆荚颜色。好，只有豆头荚形状是膨大，跟头荚形状是扁的这两种来做杂交，这叫做单性杂交，懂意思吗？哦，跟同一同父异母。好，我刚举那例子，对，不一样哈。那个我要问你，是你说他怎么找到纯系的品种？纯系的品种？对啊，在八字是里面是无八字。来，有没有同学可以说明一下纯系品种怎么找到的？这很好问题哈。纯系，我要帮冠宇加一点。不行。没有找到纯系的品种。纯系的品种。其实课本上有讲到哈。找得到了，能够回答出来就加一点。还有说，说怎么找到纯系品种？对，它的基因是，那它基本它基因百分之百全部是圆滑的，对吧？对。它就是让它一直繁衍，一往上繁衍，然后因为它繁衍了，正好就说反正你在想就想，不用你饿的话，大家要听你讲话。啊，你在想的，你再想一想，你想听再讲。我晕了。想到了的。嗯，我就看到晕了。OK， 好。有没有谁想到？怎么找到纯系的品种？我就是说，我是上个月找到的。你说。先找两株，先找那个。先找两株的娃娃，这种小的植物，然后让它们交配。然后说，就是说，看我看它们死蛋，看它们怎样长大，就是长成我现在，然后我让它交配，产生了400个子弹哈。那如果今天它的子，如果让它的这100个子弹里面，那个完全没有任何那个子弹，它的那个豆娃是，就完它的子弹完全不发出来的子弹，豆子全都是圆滑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就说，那我们同学就说，这两株里面一定有一株是，一定有一株是它这个种子完全是生存的。就这两株只有一株生存，另外都不存。主要是就是我们希望再拿两株，那就做测试。怎么测试啊？就是再拿它跟其他的那个豌豆苗去进行交配，然后，我这样说，就是说，还没找到，所以，好，不是跟我讲，跟大家讲，你不要习惯这么跟我讲。那这里好，就是说。如果今天他们的那个豆子圆滑程度，它是它的大家不要看懂，对，它的豆子圆滑程度不是很纯洁的。你可以站起来写，不要坐着写。就说最指的那个纯，对，最呀最看的呀，你指的纯是它那个豆子，它豆子的那个，它豆子圆滑只是百分之百，大的不小全部都是这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纯系品种的概念，就是它一定是大的，就是或者是小的，对啊，分小的小的，可是就是它是圆滑的种子，可是它可能是大的，或是可能是大的小啊，所以它要用什么办法去证明说那个一定是大的？我就因为什么？然后这样说，就是说，若见它的品种并不是纯的那个都是大或者小的话，它可能或者倾向就是说，然后可能我倾向就是说就是说它这个部分。就它的就是大，就它在那边说，它的40个子弹里面会有一个子弹跟它们的那个母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如果今天，可是如果说两个父弹，一个是大小，另外一个是大，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有些大的话，那
那他们就会揪掉。那但是我那我但是季节在我们那个话完全缺，所以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我可能很需要再拿这两个配种植物，再去跟其他的那个。可是这个问题是，你这样生出来的不一定是有四个，它就刚刚好，这只是几率而已嘛。它不是生出来就刚好是四个那四种，你这样子无法证明说。你刚说的那个行为教育，主要是那种。小时候以为是行为教育，我都没信。啊。没信啊。所以我觉得说，那我们就用它的资源，就全部都会，那我们，跟物一穿，分四穿鞋，一穿，还是他？
我看看一下，也不会太难呐、啊。第九章其实也蛮有趣的哦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鸟粪瓢嘞。啊，看一下，有问题可以问啊。鸟粪瓢。好不好？有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个麻烦一下，想一下哈，你们那个物理的部分，什么时候可以？什么时候？